捷报贵府老爷侯远山考取司法官，惊爆连当黄甲。我考上司法官。是我说了算，医生很专业，说医生很赞，但我的法律专业的错，医生很烂，不懂建筑，但只要我说不平安，盖到一半也得要拆。法庭之上我最大，大律师有没有看过卷宗啊？怎么帮当事人？一定判你输。书记官，打字这么慢，我开庭要到几时啊？行政单位要资料，拖拖拉拉，警察调查都是傻瓜。我是法官，我最大。我骂他是蠢材、贱货、下三滥、人渣、难记，这都是可受公平之事嘛？无罪。干靠腰靠背，过错的垃圾人、杂碎、疯狗、肥婆。都是发语词跟外邦描述嘛，也没有什么公然侮辱，无罪。贱人，性侵跟杀害你的女儿是你的福气，竟敢告我，老子宰了你！你可有悔意啊？我好惭愧忏悔啊！有教化的可能，免死。我已经四度杀人了，前三次都假释出来，还是继续杀人呢、啊！既然前三次都能假释，表示还有教化的可能嘛？求欢不成，就杀了他！妈妈，我也杀！看你大学时期操性良好，表示还有教化的可能啊，免死。哎呀，判决书来不及写了，赶快把别的判决复制贴上啊。因为我告的是公司债务纠纷，为什么收到的是遗产判决呢？哎，只好重新提上诉，案件又得拖了。要审的案件非常多，谁给的钱多谁先说，敢给我几十万，我上酒店你胜算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恐龙法官呢？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人民所认为的恐龙法官诞生呢？而青天法官何在？敬请期待下集青天法官。我是远山，英字你妈气宇轩昂，才高八斗为国人民直来报道，歪鬼岛的中华儿女。